住，如果没有打算这条路就好了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 Yeah, yeah, 那些眼红嫉妒的黑的说你罢了，说你热爱的心都淡了，也曾想过不走这条路会害怕失败，害怕迷茫，害怕输入，害怕成为不理解的人口中的恶主。如果真的没发生这一切，会不会有人懂你爱你？可能不会有抨击攻击，也可能会为了生活忙碌奔波追求利益。那现在的我又能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宗教的理想全都折断，我不想变得这么烂。